静儿，你坐吧。我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我押你回去，你必死无疑。但是你那么小的时候就知道舍命救我。 这边师傅，静儿，静儿，快走，快走啊！托兰达，这边师傅正要抓我去见大汗呢，安达。 别说了，这里是100两黄金，你带着快走吧。拿着，安达，这边师傅，你放心，我跟随大汗南征北战，他不会杀我的。是啊，你放心吧，这次带来的都是你牺牲的旧部。 你可以问一下，在场的各位有没有人愿意贪图富贵，抓郭靖回去的？小人恭送郭将军南归。我得罪大汗，理受严罚。你们放我逃生，必受重罚。将军待我等恩重如山。 我郭靖何德何能，得此诸位深情厚谊？安达，快走吧，静儿，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郭靖，让我送你一程吧。华筝，你不用送我了，快回去吧。那对雕儿，就留给你做个伴儿吧。郭靖。 对不起，华筝，你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我只是不想让你离开蒙古。我以为富汗会用别的方法留住你，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是你告诉大汗的，静儿，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趁大汗没有发现。 离开大魔吧，你赶紧去备马，我收拾收拾东西，小心被人发现啊！郭靖，我也不奢求你的原谅，也没有颜面再面对你了，咱俩的婚约就此取消吧。 你多保重，这一年之间。 吾为恩师，蓉儿，还有娘，相继此事。我苦练一身武功，降龙十八掌，左右互搏，72路空明拳，九阴真经，什么都会。可是到头来。
却保护不了他们。从小到大，我一心想要像七位师父一样，做个重情重义的英雄。可六位师父竟没一人能活善过，而欧阳锋和裘千仞多行不义，却依然逍遥自在。悟空，学了到底有什么用？这半个月来，蒙古军跟金兵在山东一带打的是不可开交，百姓被金兵压迫久了，开始帮着蒙古军。可没想到，蒙古军跟金兵是一样凶残，烧杀抢掠，坏事一样也没少干，百姓是苦不堪言啊！你刚才穿的是蒙古人衣服，怪不得人打你。我知道，你怎么不还手啊？我已立志，不再与人争斗。为什么？真没想到，你娘和蓉儿竟然都……真是恍如隔世，我到现在耳边还都响起那鬼精灵像小黄鹂一样叽叽喳喳的声音。真是天意弄人呐。静儿，你娘和蓉儿的死固然让人心痛，生死自有天命，也不能怪你呀。师父，我有很多事情想不通。我从小习武，勤学苦练，以为练就一身好功夫就能出强扶弱，可是到头来我连蓉儿还有我娘都保护不了。您说我学这武功还有什么用？不如做个普通人算了。你这么想就不对了。你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福是祸全在人为。只要一心为善，武功当然是越强越好。你又为何非要把武功忘记呢？当今世上，论武功，东邪西毒南帝和您四人最高，那又有什么用呢？南帝断谎言，还不是出家为僧？西毒欧阳锋为了九阴真经干尽了坏事，武功真是害人不浅。还有那成吉思汗，他雄才大略，战无不胜，但是他胜仗打得越多，受难的老百姓就越多。哎呦，静儿，来来来来，帮我运运功。哎，你我习武呢，往小了说是强身健体，往大了说可以保护一方百姓啊。就比如说现在吧，你要不习武，怎么帮为师运功疗伤啊？不管是对谁好，我都说了不再用武功。傻小子真固执啊。对了，师父，
您伤势怎么样了？好多了。我按照《九阴真经》所载的上乘内功，自通经脉，恢复了七八成了。那就好。哎，师傅，您这是要去哪儿？华山啊，华山论剑之期马上就要到了。静儿，你跟我一起去吧。 华山论剑本就是武林争霸的事情，我不去。你既然这么想忘掉你的武功，我倒是想到一个人，他可以帮你啊。谁？老顽童啊。周大哥，他怎么帮我？他怎么能帮你？你看，你想忘掉武功，师傅，我现在武功半废，没法帮。 师傅啊，您不是说你武功恢复了七八成吗？是恢复七八，那你现在武功大为精进，与前不同，师傅还是帮不了你。但老顽童他可以，九阴真经他也熟，他能帮你忘记武功。周大哥，我怎么没想到呢？你看看，啊，华山论剑这么好玩的事儿，他肯定会来的。好，师傅。 那我跟你一起上华山。哎，这就对了。静儿，这就是华山了，越往上走，山势越险峻。没关系，只要能找到周大哥就行。 明天就是华山论剑之期，你一定会见到的。走吧。这就是赌旗亭，相传宋太祖和西夷先生在这里下棋，以华山作为赌注，结果宋太祖输了，从此以后这华山上的土地就不必再缴纳钱粮。成吉思汗，宋金的皇帝们，又何尝不是以江山作为赌注？ 是啊，他们输掉的不只是江山，以及他自己的性命，还输掉了天下苍生的安宁。哎，那是什么？欧阳锋，这老家伙速度这么快，这么早他就来了，走过去看看。 很好，欧阳伯伯，对，就是这样。你说的不对，我不对啊，肯定是你自己弄错了吧？哎呀，怎么可能是我错了呢？不是我错了，我按照你说的练的啊。可是我的那个任脉，还有那个阳痿脉，他就不能。 不能倒转呐！哦，那一定是你火候不够，欧阳伯伯，你把心沉下来，慢慢练。蓉儿，难道是蓉儿？是蓉儿的声音，是是是，我沉不下来，明天正悟就华山论剑了，来不及了。这练功啊，靠的不是时间长短，而是靠悟性。 那悟性好的人呢？一杯茶的时间就悟出来了。可是悟性不好的人呢？啊，这一辈子都可能悟不到了。嘿，我悟性好啊！你比那个傻小子教的也好。<笑>我去练了。哎，我是不是好徒弟啊？啊，当然了，欧阳伯伯。好，丹田之气，沿督脉下行。 任脉上窥丹田，真气随脚呈螺旋状。蓉儿，蓉儿，金哥哥，真的是你，你还活着，蓉儿，真是你呀！哎呀，你活着，老舅怕是太开心了。师傅，妹妹静儿都没魂了，天天的。金哥哥，你终于来了。 蓉儿，
我去看看老毒怎么样，你们俩先聊着啊。这老毒，靖哥哥，蓉儿，对不起，都是我不好。那你说说，你哪里不好？我不应该答应你的事情办不到，我不应该让你身处险境，我不应该，总之都是我不应该。那怎么办呢？蓉儿，你打我吧，你打吧。靖哥哥，你是木鱼脑袋啊，蓉儿怎么舍得打你呢？啊，这是什么？这不是我束发的金环吗？怎么会在你那儿？那是欧阳锋跟我说，你掉进流沙里死了，地上只留下一件貂裘和这个金环。我想常常带着它，上面还有你的气味，所以每当我想你的时候，我都会拿它出来看看。你真是个傻瓜，那日我离开军营以后，老毒乌一直追我，怎么也甩不掉，我便利用流沙设计了一个陷阱，这些都是我故意留下来骗欧阳锋的，这你也相信？蓉儿，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解释，那日不是我不愿意向大汗赐婚，而是我不愿看到萨马尔罕城的百姓被屠杀。我知道啊。你知道？刚分开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后来我就碰到了一对母子，他们是萨马尔罕城逃出来的难民，我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了有一位少年英雄不顾自己的生死替全城的百姓求情，我一猜就是靖哥哥你。你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啊？我是要去找你的，谁知道又被欧阳锋给抓住了，他一直逼着我给他异怪文，所以我才去不了的。蓉儿，欧阳锋没有欺负你吧？他敢，你给他写的经文本来就颠三倒四的，再加上我胡乱一翻译，他就信以为真了，已经练了好几个月了呢。我就告诉他，这门功夫一定要倒着练，他就真的头上脚下的去练功，然后强行运气让周身经脉逆行。不过这老毒物倒是挺有本事的，短短的时间内他就让四条经脉都逆行了起来。哎，靖哥哥，你说他真的要把全身的经脉都逆行了会怎么样啊？怪不得我看他颠倒着走路呢。靖哥哥你放心，这次的华山论剑，蓉儿一定帮你拿到天下第一的称号。蓉儿，我可不想得到什么天下第一。为什么？哎，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娘也被我连累致死，我想如果我不会九阴真经，也没有武穆遗书，或许很多人都不会死。靖哥哥，人死不能复生，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如果你不想得什么天下第一，那我们就游山玩水，四处去散散心，好不好？好是好，但是蓉儿，我有一件事情还必须得去做，我得去找周大哥求个法子，让我忘掉所有的武功。行，你想学习武功，蓉儿就陪你学；你想忘掉武功，蓉儿就陪你忘。蓉儿，周大哥，哎呀，兄弟，老安头，蓉儿，我不是让你去杀裘千仞吗？你怎么反被他追着跑啊？他，周伯通，我先收拾了你，华山论剑就少了一个对手。别，哎呦，周伯通，周大哥。你别吓我！你快，你俩远点！
英姑，他怎么来了？老贼，还儿子命来！你这个臭婆娘，整天胡言乱语。当年我虽没有看清你的容貌，但你的笑声，我是记得一清二楚。求前任，就是你杀了我的儿子，你的死期到了。使劲儿啊，刘贵妃，你走，你打不过他。我不走，我要给我们的儿子报仇。我们的儿子，老顽童，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杀裘千仞了吧？裘千仞以为这个孩子是我与段皇爷所生，对他痛下杀手，想折损段皇爷五年的功力去救他。段皇爷当时对我心中仍有恨意，没有救这个孩子，多年来他心中有愧，终于落发为僧，而我也早就出了皇宫，再也不是什么刘贵妃了。你胡说，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阿弥陀佛。一灯大师，段皇爷，英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在老衲心中埋藏了20年的事儿，今天可以了断了。你想怎么了断？任你处置。你我的事情那天已经了结了，现在我们要对付他是裘千仞这个老贼。我上华山是为了争夺武林天下第一的名号，你们竟然想合理伤我，好先去除一个劲敌，这样卑鄙之事你们也做得出来？跟信义者讲信义，跟你这种狡诈的人那也得狡诈。现在我们大家就是先杀了你，你又能怎么样呢？你们凭什么杀我？你作恶多端，难道不该死吗？哼，要说到是非善恶，我得要问问你们每一个人，谁平生没有杀过人，没有犯过错？谁要是理直气壮说自己没有，那么就出来对付我，我裘千仞要是皱一下眉头，就不算英雄好汉。阿弥陀佛。老叫花，我老叫花这一生杀了231个人，这231个个个都是恶徒，不是贪官污吏，就是大奸巨恶。老叫花平时好吃好喝的，但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就是这232个。怎么不服？你铁掌帮上代帮主上官剑南何等的英雄，一生精忠报国。你呢，到你当上了帮主，勾结金人，通敌卖国，死有余辜，你就是死了，你有面目见你的上官帮主吗？你来华山干嘛来了？哦，还妄想夺一个天下第一的名号？别说你这功夫不行，就算你是当世无敌，这天下的英雄豪杰能服你这个卖国贼吗？别说了，别说了。段皇爷，你这是干什么呀？阿弥陀佛。
就让老衲替他去死吧。当年打伤孩子的人是他，可一念之差，没有救孩子的人是我。如果老衲的死能化解这20年来的仇怨，那老衲愿意替他去死。可我是江河之徒，该死之人，你们不想杀我吗？你们不想杀我吗？阿弥陀佛，世上根本没有绝对的善人，也没有绝对的恶人。一念向善，六界震动。只要你诚心悔过，重新做人，你所做的恶便一切皆枉矣。难道一切真的可以重来吗？当年上官帮主对我恩重如山，不但传给我绝世武功，还把帮主之位传给了我，临终之前嘱咐我说，一定要像岳武穆一样精忠报国。可我这么多年，我都做了些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大师，收我为徒吧。善哉善哉，你以后就跟着我一起修行，我现在赐你法号慈恩，如何？多谢大师。来，起来吧。七兄，别来无恙。老教化好着呢，段皇爷安好。你又收了两个好徒弟，真是可喜可贺呀。徒儿，来来来，快快快，拜见大师，快呀。拜见大师。阿弥陀佛。蓉儿，你的伤好些了吗？谢谢伯伯，蓉儿早已痊愈了。那好，各位，老衲先告辞了，后会有期。哎哎，段皇爷，这华山论剑马上就开始了，你怎么走了啊？老衲乃是方外闲人，今天来到这里，乃是为了了结20年前的孽债，现在功德圆满了，也是老衲告退的时候了。各位，后会有期。哎，那个，我也有点事儿，我也得先走了啊！啊，告辞，告辞。哎，周不通，我有话跟你说。哎呀，我肚子疼。哎呦，周伯通，你别走。哎，行了，徒儿们都快正午了，赶紧上山吧。啊，别追了，别追了。周伯通，我找了你整整20年，你却看见我就想跑，你觉得连见都不想见我了吗？这不是见到了吗？我也就放心了。那我问你，这20年来，你有没有一点想过我？我到底是应该说没想啊，还是应该说想啊？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吗？有啊，很难的。你们女人提的问题，比天下所有的武功加在一起都难。你不好玩儿。周伯通，站住！周伯通。20年没来了，我们都老了，华山还是这个样子。师父，我想通了，您说的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要武功用在正途，行侠仗义，扶危济困，又何必要忘记他们？傻小子，你终于开窍了。金哥哥，太好了，你终于想通了。等一会儿，你就跟师父还有我爹爹好好比个高下。蓉儿，你爹近来武功大进，你猜猜看，
待会儿比武的时候，你爹爹和你师父孰强孰弱啊？师父，您老人家的武功和我爹爹向来难分高下，可是您现在学会了九阴神功，那我爹爹怎么打得过您呢？你别绕着弯子跟我说话，我告诉你，九阴神功不是我的本家功夫，你就是不激我，老叫花也不会厚着脸皮使将出来。待会儿跟黄老邪比武，我只用我的本家功夫。师父，一会儿您要是输了，蓉儿就烧100道菜给您吃，让您赢得高兴，输得也欢喜。丫头啊，你坏心眼真多啊！你又是激将，又是引诱，刁钻古怪，一心只想着黄老邪来赢，啊？爹爹，蓉儿，你没事吧？蓉儿没事。黄岛主，我五位师父的死与您无关，罪魁祸首是杨康和完颜红莲，我中了他们的计，多次对您无礼，实在是对不起。我黄老邪难道会跟你这个毛头小子一般见识吗？你大师父呢？多谢黄岛主惦记，我师父知道事情的原委也后悔不已，如今他老人家在嘉兴。好，时辰也差不多了，咱们开始比武吧。耀兄啊，你这个女儿啊，聪明伶俐，诡计多端，一心只想让我输，可是我老叫花也不争气，一见到她，我这肚子里的馋虫就又钻又跳，口水直流。来吧，咱们就爽快动手吧，谁是天下第一都好，我只想赶紧吃蓉儿烧的好菜。师父，您不想争天下第一，那您来华山干什么呢？待会儿比完了再告诉你吧。七兄，你受伤那么久，现在的武功一定打不过我，我不想白占你便宜。我有办法了。说，什么办法？先让爹爹和靖哥哥过招，看在第几招上胜过靖哥哥，再让师父跟靖哥哥过招。如果爹爹用了99招，师父用了100招，那就是爹爹赢；如果师父用了98招，那就是师父赢。这办法好，这天底下只有你闺女能想出这招来。好，就这么办。来吧，你用不用兵器？不用。哎，等一下，我还没说完呢。如果两位老前辈在300招之内都没有赢过靖哥哥，那该怎么办？那就算这个臭小子天下第一。哈哈哈！哎呀呀呀，耀兄啊，开始我一直以为这丫头是一心想着他爹赢，现在我才明白，他胳膊肘朝外拐，原来是为了让这傻小子夺得天下第一的名号。嗯，蓉儿，进不少啊。72、73。
104，108，109。得罪了，你竟然扛得住我苦修十余年的奇门五传，小子不错。您过奖了，黄岛主再出数招，晚辈非摔倒不可。老赵花子，我是不成了，就看你了。哎，我也未必能成。这样吧，龙儿把打狗棒给静儿，你使兵刃，我空手跟你比。那怎么能行？那怎么不能行啊？你的拳脚都是我教的，有什么好比的？来吧。傻小子，咱们是在比武呢，用心打。23、24、25、26。